开到暂时没开到市区，转一圈。在这个位置一点活动，在我放相机三脚架的位置，正中间的位置，挺正常的。这边两边就稍微，这边应该朝这个方向，有点小的幅度的高度，应该在几度吧，它不会积水。它的这个背影还是绿色的，比较深，还有一点，感觉又不一样。那个喇叭在后面，谢谢。
看到销售两三天了，啊，一直在销啊。现在时间23号8:20，8:20他刚刚来几分钟，应该一两分钟左右吧。来吃东西嘞，吃别的。这个白货也是几天没来了，在这两天在外面拍，特别玩儿，也是，不知道是玩什么，反正在枪，正枪印象那边，应该有两天左右没来了吧。
3.8.28，现在开续我这个文博，目前开个7-8个钟左右。